那奶奶的一生是很普通很简单，但是感谢主，因为是我们感谢上帝，上帝拣选了我，我很快乐，我也很喜乐。我小时候奶奶小的时候呢，就是因为我从小就去了父亲，我才童年，我才六岁，我父亲病的那年，一个叔叔看医生，然后刚刚走出去几步以后，他就走不动了。然后我父亲的个子很高啊，然后他走不动了，走不动，我说怎么办呢？然后我就着急，然后刚刚过来一个叔叔，我就说叔叔，请你帮我搬我父亲到医院。然后他公里不到一点，跑到医院，然后我父亲就住院住了几天就离开人世了，对不对？父亲走了，我觉得我妈妈很辛苦，我就想帮我妈妈，我就说辍学了，不读书了。那个叔叔的恩情，我过了好多年，我都一直感激他，因为我们人嘛，都是好的，别人帮助你，好的东西一定要记着报答。但是如果别人对不起你的话，不要记恨别人。我的优点就是勤劳，喜欢自己动手做一些事情。那个时候很困难，没有针，就把我们家的扫把撇下来，学那个针在弄，然后我自己搞那个书包，我记得第一次我搞了一个那个螃蟹。然后是我背着这样挂着去学校里，同学们都一羡慕，我说是从哪里买的？我说是我自己做的。因为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我觉得没路了。在那个时候，我的一个表哥就把我带到教堂，然后那个戴牧师就给我讲，我就觉得好温暖。去到那个教堂里面，有好多不认识的人，他们对你是很好，但是上帝的爱，也就特别的有一种亲切感，是不是？就是细的，我可以绣花，可以做手工，做缝打那个帽子，就是做这些针线活来帮助家用嘛。然后我们就慢慢的环境改变，就通过我们奋斗就改变。我们家那个时候困难的时期，因为我说人苦穷贫穷也不怕，但是一定你说最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一句话吗？是什么？爱。所以说比方说我们很贫穷很穷，但是你心里面有人爱你，你是不是觉得很温暖？是不是开心了？你最开心了。自我认识上帝以后，我就觉得这个爱在我心里面。This is Joe Nainai walking up the church. She invited u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ongs that they sang.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喜欢唱歌，我就唱赞美诗歌，我就很喜乐。从认识上帝以后，我就从那个苦日子里面走出来。他呀，他总不改变，虽然笑意锁在脸上。我说啊，上帝真的很好，他改变了我好多好多。我从那个。在水果苦难当中我走出来。